执法车、警车开道护送，而且因为君山长江大桥路段并不能通过如此吨位的大家伙，所以他需要以时速10公里的速度慢慢地向南朝嘉鱼长江大桥方向而去。同时，为了确保安全，沿途不仅会进行交通管制，还会有路政人员通过喊话器不停地播报安全提示语言。如此的兴师动众，也是因为这个巨无霸的重要性。根据资料显示，这个变压器将用于正在建设中的随州电厂项目。因为大型变压器中含有大量的铁、锌等金属物质，所以其重量可以高达几百吨。还有江苏常州生产，经长江水运到武汉江下的京口港，然后预计高速上再行驶3天，经过7个大型枢纽交通，期间要经过100多座中大型桥梁，所以其安全方面的准备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这是湖北史上最沉重巨无霸，总重高达591.9吨。如此庞大的重量也引起人们好奇，它该如何通过桥梁路段呢？因为在2019年10月10日，无锡的一座大桥就曾被一辆超大型运输船压翻，造成了3人伤亡2人受伤。当时也曾有人质疑过是桥梁的问题，但在经过再三调查后发现，事故的发生和桥梁本身没有太大关系，而是因为车辆超载造成的。也就是说，不管多好的大桥，在面对超载的大型货车时都有出问题的可能。而这次在湖北高速上行驶的巨无霸，其重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91.9吨之多，而且在到达目的地之前需要在高速上行驶325公里，经过7个大型枢纽交通，期间要经过100多座中大型桥梁，那么该怎么避免它在经过桥梁时出问题呢？为了确保这个巨无霸能顺利通行，湖北高速路政总队也下了一番苦功夫，除了调集沿线的警力进行护送，还联合高速交警在运输车的一前一后进行开道和压道，保证这个大件运输车始终能够居中匀速行驶。关键中的关键就是在经过桥梁路段时，为了保证桥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，它在过桥时必须居中通过，不能在桥面上进行起步、停车和任何的加速减速行为，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会导致桥梁出现不稳定因素。就算是在硬路基路段，其平均时速也只有30公里。也就是这辆运输车虽然重量大，但是只要运输车足够长，问题也就没那么难以解决了。在物理上有一个受力面的理论，也就是说，重物在桥梁上的受力面积越大，那么它平均每到一个位置的力就越小。而这个巨无霸运输车可是有着79个轴和300多个车轮，在这样的加持下，自然是能成功的降低单位地面所受到的压强，能够将这500多吨的压力分割分散到桥梁的不同部位，能够大幅度减少桥梁的载重。在这种方法下，就能很好地确保其运输的。